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阮第二届运动大会。我是节目主持人沈文成。去年在东京的奥运会，我们台湾的选手呢，各个表现优异，不遑多让，奖牌呢拿到手软。在去年就举办了第一届的性级运动会。那么今年呢，不遑多让，延续去年的盛况，我们今年更是重金打造第二届运动会。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谢谢我们的冠王保龄球馆一个嘉义国民运动中心，由于他们专业的场地呢，才能够让我们的选手呢能够尽情的一展所长。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赶快来介绍我们红蓝两队的选手。首先出场的是红队的陈信凯，编号二号。他平常的兴趣就是赚钱，常做的运动花钱，最擅长的运动没有。好，来第二位介绍我们蔡明志，编号七号，身高175公分，平常呢喜欢打篮球、保龄球、羽球、棒球、田径，哇，中包有运动细胞哦。接下来介绍志松，编号八号，平常呢喜欢做的运动就是所有的球类，一共30年呐。接下来介绍蔡坤聪，编号六号，身高178，平常呢就喜欢打篮球、桌球。哎呦，嘉义县国小篮球比赛优胜，打卡乡六角香杯桌球比赛第3名。进场的是王馨宇，还有我们小公主，身高190-40，平常喜欢打篮球、桌球、羽球、躲避球、保龄球、瑜伽中心。你这有厦门队打篮球，人家没相信。OK 了，很可爱，欢迎你喽，好，加油！接下来第二位介绍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嘉珍。嘉珍来了哦，哎呀，平常呢就是喜欢走路，走路就压马路了，这也算是运动啊。那可是最擅长的运动是花钱逛街。你是压马路，你这个运动我是花高高消费的呢。好了，介绍我们四号黄敏云，这个名字好听啊，敏云。哎呀，平常的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打老公。什么叫打老公？OK， 接下来是哈，听说他很会骑，很会骑什么不知道。他叫张慧琪，绰号霸告，不想面对，呵呵。那平常的兴趣被睡觉，平常做的运动没在动，最擅长的运动一直睡觉。你这边还要谈高代，我怎么介绍得出来啊？好，红队都到齐了哈，恭喜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开不开心？开心。你们怎么样对付红队？干掉三回六！好嘞，接下来就是要介绍你们的死对头喽。要叫他们，一起欢迎他们进来，好不好？你好，庄正凯。庄正凯，大家都知道哦，他平常的运动是有没有篮球、保龄球、桌球、羽毛球、躲避球？OK， 介绍第二蓝队第二号是柯俊杰，编号四号，身高175，平常的兴趣就是弹弹古筝、刺刺绣、养养鸟，最擅长的运动是保龄球跟羽毛球。接下来这个就听说就有来历了，他说除了睡觉什么都会哦。我们欢迎蔡长蔡仲宪，这深藏不露的你要看运动细胞，你要看他照出来的气气色。OK， 欢迎你。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编号五号廖博瑶，他是骑车旅游，擅长运动没什么特别擅长的。其实这个才要仿哦，要卖给我佩奇哦。女生出场了哦，介绍的是我们嘉义的林志宁啊，香婷。平常的兴趣呢，就是主持 live 节目，看台湾大歌厅啊。平常常做的运动都没
没有不擅长的，口气真大。嗯，欢迎你啊，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哎呦，这个比赛哈、哦，都一定拿亚军的了。除了睡觉，什么都没都做过。哎，有一个是除了睡觉什么都会。哎，射飞镖、喷火箭、吊钢丝。接下来介绍张馨予，编号3号，162公分。哎，学生时期的喜欢这个打羽毛球、跑步、跳舞，最擅长的运动是带小孩。哇，带小孩也是一个运动哦。接下来最后一位女生出场就是黄轩雅爽啦、啊！哎呀，啊，她喜欢露营、瑜伽、韵律体操哎，难怪你看她一出场就是芭蕾舞的那个姿势啊，她上了交际舞，国小排球被派去当炮灰、啊、我还认真的想要念一下，结果是当炮灰。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隆重的宣誓仪式了，大家把右手举起来，啊，跟着我念哦，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好不好？好，注意听，我们为强健体魄，我们为强健体魄，增进团队合作，增进团队合作，并借由竞赛增进同仁情谊。竞赛增进同仁情谊，以激励工作士气。在此，全体运动员宣誓。愿遵守大会各项比赛规定。并服从裁判之严厉判决。力求超越和进步。争取荣誉，争取荣誉。OK， 加油！加油！好，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保龄球的比赛了。那我们保龄球的比赛方式，比赛总分为3局，前面2局呢，派2名选手上场。最后一局派3名选手，每队呢每人轮流打一格，最后3局得分加总最高队伍获胜。比赛开始，你们是红队，是红队的。红队你们派谁出来？派我阿娜达、阿凯，阿凯加油！阿凯加油！还有我们米云哦。啊，米云，阿宁蓝队嘞。我们是蓝队的，我们派出我们的最佳搭档俊杰跟雅芝。OK， 那我们期待我们选手的表现哦 ，Showtime。看有没有 space， 阿凯哦，阿凯，加油！耶耶耶耶耶！快给你，最好用 space 啊！我们俊杰要加油了！耶！哎，你们俊杰要上场了。阿凯，这是俊杰，你们蓝队的俊杰要看上场了。对，你看站上去就不一样。哎，你光看他在擦那个球，用毛巾擦球擦，我觉得苦水就常常唱在那个。你看那个姿势就是，哎，有没有？啊！我来，哎，看江导先了。俊杰加油！十倍啊，要给他十倍哦！蓝队加油！好紧张，好刺激呀！阿凯给他们下马威，下马威。红队给蓝队下马威。有嘞，有嘞，有嘞！红队是哪位啊？我们的行政小姐米云。哦，行政小姐啊，米林，米林 ，B D N A 哦。米云。哦，有嘞。哦。哇，是，这个球难救。难救，不好救。你就难救。很难救。啊，很愧疚，很难救。哦，难救。
这个叫技术了，真的。因为我们以前打保龄球也是这样，这个就是要用擦塞擦边的，有没有？你丢一球，然后要找位置，有没有？有一个。快一点，你很棒了。现在我们蓝队，现在要换我们蓝队的亚军。刚刚才练，现炒现卖的了，有还是有，有。还好没有洗锅，还好是第一个洗锅的。红队好像很开心哦，开心就好。哟，对，红队幸灾乐祸了，哎呀，亚军加油哦！哦，全倒，给他 spare。球出去很顺，有没有？对，像我们初学者一丢都咚，对，蹦一声，自由落体，你好像听不响呢，没有声音，加油喽！加油了，红队气势很强哦，他们可以清掉 ，spare。他打球很轻呐，哎呀，有点掉漆了，对哦，你看他一边拎明星得来得啊，那个很干，很尖界啊那种，他觉得好像不是他的水准哦。对，会紧张吗？会。蓝队是谁？蓝队俊杰，哎呀，俊杰他可能很少打吧？哎，有常常打耶，职业的。他吃的他为什么？哎，扮猪吃老虎还是？先让一下，第二局而已嘛。哦，是哦。先保留一下实力，扮猪吃老虎，来，啊，差一个，差一点，差一点点。应该是有，哎呀，好，要来蓝队，阿坤的亚军，阿坤第一次新手上路，新手上路，给他加油，阿坤，阿那个阿坤大仙呐，刀山，哎呦，九岁，专业的俊杰教导，对，全倒了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扮猪吃老虎，对哦，不错，保留实力哦。是，来看看我们亚军姐，能不能？不能暂停哦，他们紧丢呢。我很紧张，所以我不晓得要怎么讲，你知道吗？那的视线也对，那个球啊，滴，对，会跟着他走，对。阿坤来了，快点哦！有没有？有。凯哥上场喽！凯哥，有呢有呢！啊，差一点点。他可能要站在中间。他还在，对，他还在找他的球的线队。他的手感是。我看有人有站旁边，站中间这样丢。对，就是看他的球，他的手的手势吧。一般飞碟球手段比较偏边一点点。有了 spare！ 哎呦啊！差那一点点。应该全倒的。对呀、啊，应该用脚给他站一下。
下，看看会不会倒哦。来换我们蓝队的俊杰。俊杰，俊杰加油！俊杰加油！蓝队加油！别跳！啊，主要就是这点，准备，一步。有人，有人！哇，哎呦，他这么粗野嘞！这样的球也哇。为什么那么球感觉那么粗？为什么？力道不够。是力道。我觉得应该是力道不够。米其林啊，米其林换米其林啊，对，米其林，米其林加油，米其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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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认准，认准，米其林有吗？有吗？米其林，哎，哦，也不错，也不错，不错，哎，不错。这如果再球丢中间一点，对，我觉得他的球还蛮直的，但就是力气不够。哦，对，我觉得力气不够。现在就不用力气，不用力气，他只要够直就好了，要准就好了。对，我用。直准就好，对，直球打得直就好了。如果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没有。没有。勉强可以。没有空，没有空气就好了。从他旁边就擦肩而过了。对，八分呐，也不错的啦。八九啊，女生这样算打得不错了。真的。目前都没有洗钩出现哦。对呀，还不错。我阿布纳。滚动，稍微滑倒。所以说他这个球没有力气的话，他没有那个力度的话，他很全打。对，很难，没有办法影响到旁边的。哦，他就是用旁边的倒叉叉撞用撞的。来看我们亚军有没有办法来解救这一局。再用一点，他这个要稍微偏偏中偏右边一点。对。擦肩而过，海边，哦，这损失大了，你们损失大，你们去再加油，再偏一点，对，亚军姐加油，对，哎，这个有拼哦，有得拼哦，俊杰，现在是凯哥了，哦，凯哥，凯哥，红队了，哦，红队了，现在比数是59-44，哦，59-44，对的，红队59队。糟糕了，发生命案！加油啊！哦，还不错不错。哎呀，七分了哦！来一次十倍哦就好了。有十倍就有了，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十倍哦！哎呀！偏了，让他直直的过了。哎呀，无在呢。金价直直的过了，黑眼眶的洗锅啊！前走！哎呀！啊，那姿势不错啊。对啊，姿势很漂亮啊。哎，他是姿势最美，最漂亮，最标准。Butter，有了，要救了。有内，有他肩而破了。红队很高兴。哎，你们红队，双胜很高兴。加油！加油！哎，还有第二、第三，要加油！把士气拿出来！米其林加油！米其林加油！哎呦，不错了！没有洗锅就好。对，真的，女生如果没有洗锅就很厉害。分数就好的话，后面还有第二次，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对。他刚才拍是刚刚救的，结果打上一年。人工捡球这回事啊、喔！对，哎，不错，差那一只，今年还没有帅的呢，对，还没有出现哈。各位先生加油，都还没有帅的呢，都还没有帅的哟。好高的，还洗锅，他们来了乱了，力道不够。啊，力道不够，其实亚军也都不错啊。如果力道够的话是很直哦，会倒哦。台南的，对。以前我们都是为了计分小姐去打，计分小姐都很漂亮啊。红队加油！红队加油！红队加油！我们新男要出来，要出手了。哎，看他的，
有捡到三个。你讲你够看点什么？在后面。哇！加油！我们开局很厉害的，你真的赞嘞！米其林啊，足厉害的，厉害呀！米其林厉害哦！来来，加油加油！顺顺的直过去，加油了！顺顺的直过去，应该就捡得到了。烧下，好可怜。对啊，怎么突然安静了下来？哎、欸，要静，很紧张，要吵他。哦，哎，帅，很帅，很直。哦，也不错，也不错了啦，也不错了，也不错了。蓝队也不错了啦，气势上来了哦，也不错了，上来了，要准，准，我跟你要准。门神，所以后来就散了。我们这一局就是蓝队赢了，恭喜你们！对，蓝队赢了。我们现在进行下第二局喽。现在我们第二局的比赛正式开始。好，好的，加油喽！哎，我们小可爱，加油喽，小可爱。小可爱，小可爱，小可爱，也不是一天没有洗，没有洗过就上当，还有机会洗，没有洗就厉害了。他姿势好可爱哦。对啊。啊！洗的太可爱，你看那个蓝队哦，幸灾乐祸，洗洗过洗的很可爱。对啊。哎，而且他是。前面就掉下去了，就直接掉了，直接掉进水沟里面去。现在我们的嘉义林这里，我们的香婷，哎、欸，过去吗？应该跟你的心语差不多，心语差不多。他们是来搞笑的吗？球在哪里？这个怎么犯规了？球在哪里？没有，手一，手一不算不算，球没进去不算啊。天天裂啊！也是难逃许多命运。起功开始，灵魂，灵魂，哎，太可爱了。我觉得，那个这个才好看。俊杰心在滴血了，开始在滴淌血了。我觉得我们菜长会比较辛苦，对不对？也刚伤了那个。但这样也很可爱耶。哎，没也不错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功，有功，有喜功，有喜功，有喜功。不负众望，不负众望，喜功。红队加油！明智哦，哎，明智。哎，你看这酷帅。新来的。属实有练过的哟。来哟，来。哎，不错哟。加油，加油，加油！不错，这一局的分数两边好像都是好像自由落体。对。啊。这样才好看嘛，好看的，这样子节目才精彩。帅 ，spare spare spare， 哎，你们的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哎，对呀，国小桌球锦标赛，帅，有没有？什么球都会呢？天哪，不怪，是啊，只要是球都会。小可要，我们看他这是要洗左边还是右边？我们来打躲，他洗左边还是洗右边？我洗左边。哎呀，真的，
左边。耶！我洗左边啊。啊，等一下，我们香婷洗右边呢。我在庆祝什么？我们香婷洗右边。跟职业的女生，对，女生就是要让大家放松一下。有了！终于一分了。后面的人要离开一下，小心一点啊！会扎到脚。应该是要叫后面的人赶快闪。出去了，出去了！哇哇！棒！洗右边。真的是洗右边。哎呀，我这一趟寒彻骨。哦。亚德。梅花扑鼻香。哎，再次洗一次。洗两次，这个机会很少。我们是一路洗到底。一路洗到底。洗到干净。你们有信心？一路洗到底。对，一路洗到底。有始有终。有。林志儿刚刚有姊妹儿，对。哎、欸，哎呦，哎呀，差一点了，紧张了啦，差一点。打大的话，打正一点，就有机会了。可是会不会顺我们的意呢？一个是我们的意啊，差一点，真的，加油加油，没有扫到。哎呀，蔡长在幸灾乐祸了。因为他是南区保龄球的季军嘛。哎呀，第三名出来出去了。哇哇，差一点，差一点，不错不错。没有想到他真的是运动高手。对，我们去年有跟他比赛过，他真的是什么运动都很厉害。哦，难不倒他。哎，有有，轻而易举，对，所以是季军嘛。看球哦，然后随心所欲想丢哪里，对，跟那个。打棒球的那个投手有没有？对，投手叫助理。来，接下来我们的小可爱上场。哎，喜哥天后。喜哥，小可爱来了。喜哥天后要出手喽。哎，我们凯哥。他只是要洗左边，洗右边。哦。我觉得右边。我觉得还是左边。左边。啊，真的洗了左边。很准的你们。好像那个手势出去就大概可能就是会左边还右边。我希望他，我觉得他都偏左了。不是，不要洗锅。对，有分数就好了，好不好？有分数就好。得分！哎呀！啊、刚刚是那个洗得不够干净，再洗一次。红队只能尽力，可以救。人家说那个救援投手有没有？我觉得你们的板凳太差了，太差了，真的。太差。就是那板凳真的就是要上场救援的、啊。没有那个可以上场救援的。有分数就好。有有有一分了。哇，好不容易，你看看，哇，男生很开心了，男生都给他加油了。开心的。哎，我觉得打团体赛蛮好玩的。对。有了，两只，哎，进步两球了，耶！只要没洗过就好，有了，耶！红队的名字，换名字哦，哎呀，不错，也不错啦，也不错，那出击的力道很强的哈。对不对？可是他经验一定很够哦，你看他出手。哎呀！啊，没有，我是觉得他的球手感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紧张。对，可能等一下再下一球，他的手感回来。对啊。哎，很臭屁哦！要看哎。哦，好臭屁哦！啊，君临天下哟！啊，目中有球。有球。啊，你看看，哎，我们红队在玩。蔡长是救援，是在参加啦，是在参加。有的，全倒。有啊，真的。所以你看看，不怕。我们这次会洗哪一边？哎，洗中间。哎呀，又是左边的。拜托，一分就好，一球就好，一球就好。他的球太高了，给他一点分数。哎呀！好，
我们只要看到蔡总就害怕了，总要有点效果。哎、欸，我们相挺不错哎、欸。上一次是十倍，他说他没在怕的啦。是哦。哎呦，谁怕谁？不会怕的。帅。那有差一点，对，好可惜，太可惜了，我们就差一支。很厉害的，这样对他们职业来讲，这次这个球是好救的。这个对他们来讲都蓝三的而已。轻而易举。有啊，你看，对呀，正宗哎。哇，那是很稳的，厉害！南部重，他是南部重吗？还是北部？菜长，素食的，素食的。我讲伊是南部，南部的。哎呀！球多，只要有分就好。哎、啊、也不要急的，就慢慢的、稳稳的就可以。我保量好，没有，慢慢有，不，就慢慢的，差一点点啊。球倒是歪的。对对对对。这已经第九局了。其实香莲的姿势也不错的哈。这样稳稳的就好了，稳稳的就可以了。啊，差一点点哦。上有啊！哇！终于回来了！哇！他叫一呼啊！哎，我觉得他是慢手的，已经厉害了，要稳住，要稳，用念力。帅！哎呦！阿波赛。加油！蔡长也是有一次帅。哎，蔡长好像一次还是两次，好像两次吧。这已经差了三十分了。现在名字要出手了，看看有没有失败。哎呀，差两个，太可惜了，可惜了。哎呀，哎呀，准备要丢两球，看能不能抓一只火鸡。火鸡是什么？就是三个十踹。哦，三个十踹。对，连续。哎，没有。太可惜，差一只。双十尺那十块，你还差一只火鸡的。这样就没有火鸡了。没了，没了，没火鸡。那最后一球了。对他来讲，轻而易举啊。应该是没问题啦。哎，有哎，有，太神奇了！是，许多爷会。救到哎、欸，救到，很漂亮，他也吓到啊。Surprise， 帅，来，没有，没有，没有，啊，差一点，哎呀呀呀呀，很棒了，很不错，好了，第二局的双手线都比赛完毕了，啊，我们看看，等一下看看统计的分数宣布了哈。三局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棒是志忠。啊！这一局都是派三个人嘛？是，这一局三个人。你们是现在是派？我们现在第一棒是志忠。啊，志忠。哦，然后第二棒。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们的嘉珍，还有昆聪，这是第三局的，对。哎呀，都是这样，两个。
喉战吗？哎、欸，你们是要割喉战吗？喂，阿娘，当初是，哎呦，我们看有没有办法，一出手就是，我们这台的有。全倒了。对呀、啊，你看。家珍。喜哥。喜哥公主，喜哥公主。开心的嘞，喜哥喜的开心嘞。哇，这我干嘛遥不可及了？欸、他们红队习惯洗左边呢。红队大势已去。那个啊，这太残忍了，这个画面你看看。我们。应该有哦，有回来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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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输了，不管多了，不简单，难过啊，阿 Gay 啊，刚刚试水温而已啦，对，哎，我觉得他眼很大哦，眼很大，接下来我们蓝队的博瑶，哇，九支哎。他也是深藏不露，他也练过。年轻人啊，哦，也常常在玩，对不对？哦，应该是有在玩。对，看那个姿势，应该是有在玩。轻轻的丢，啊，这个稍微偏了一点点。没错，不错，不错，耶、yeah ！好。他们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昆虫身上了。对我们红队没高狼啊！哎呀呀呀呀呀！来了！哎、欸，差，运气不好。哦，你老公哦，再低一点，或是力量大一点，就倒了。最后一只就撞掉了。是啊，稳稳的，稳稳的打就好。稳稳的，有没有？很稳啊。轻轻的，哎，不错。他就是这样的，用滑的，轻轻的滑。他现在跳舞一样。球到近一点。你看都没有那种咚声。对。啊，差一点。是，差一点。不错不错。一维持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取分了。气势很好。有呢，有呢，耶！你要乖一点。是效果组的，效果组的。对啊，你看，我们来说倒的。没有他，我觉得他想乘胜追击。他让那个观众朋友知道说他的实力在。对。飞碟球。Yes！ 太漂亮了。哎呀！难怪他能臭屁啊，说志在得奖，不在参加嘛，对不对？哇！哦，这个也是，这个慢速下坠球，比较偏左，引他会引诱打者出棒，他在引诱打者出棒。对，来，我们接下来看他第二球会打什么。帮你们圆了啊、哦！我们真的也尽力了，我们红队也尽力了。好，再来，现在以取分为主，取分。有得分就好，有得分就好。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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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倒。有了，有了，有了啊！你看，那个慢慢，他那个，他那个结尾是慢慢倒。对，慢慢倒。有啦，很不错了，没有洗够就很棒了。可是重点，他是没有那个力度，所以连风都扫不到哎。没有风，不然有风的话就扫全倒了哦。稳稳的打就好了。对对对，因为你们不怕的了，啊，因为这三个人，他们选手三个人的实力我们都知道了，都看到了，就稳稳的有得分就好。耶！很棒很棒，这个球好像很惊险哦。是啊，差一点点就没了。
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哦，两岸猿声啼不住，哎，就这样扫过了，对，像台风一样这样扫过去。有了，有了，哎呀，差一点点啦，哎呀，好刺激哦。对呀，我现在你看大家都很安静哦。小出去，有没有？有了，有了，有了，有了。给他拍手，哎，有啊，当然啊，运动加精神要有啊。哦，他的意思是，哎，那是表面的，没有啦，运动加精神也是要有的。表面的哈，表面功夫啊。没有，大家都晋级一家人啊。对，有呢。训练是不错。宣雅姐也有办法全倒，气势，这就是气势。这样也倒了，全倒了。狼铁啊！我的天啊！狼铁啊！现在搞笑天王，我们的听众哥，哎，哎呦，输人不输阵啊！哇塞！他不会输给他老婆吧？因为他姿势很棒啊，这球出去也是很直啊。有哎 ，spare 不错，有了，有有有 ，spare 耶，很棒。哎，你在作秀啊？哎，个演唱会啊，掌声在哪里？掌声啊！哎呀，我的天哪，很臭屁哦，阿凯啊，臭屁凯。刚刚我们上一局是 strike 哦，是。他打的是曲球，你看他的球很漂亮。你看曲球，有没有？有，全打。曲球啊！我跟他拜，跟魔拜，看有没有机会拿火鸡哦。火鸡，耶、yeah, ！再来一球，再来一球。拿火鸡呀、啊！继续洗左边，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接下来是我们的博瑶，博瑶哦，还不错哟，差一点。他就是还要再多练习，对，还要再多练习。哦、手感要找对，哎呀呀呀，加油就好！哇哇哇哇哇，出去出手！打到底啊！差一点，对，差一点，对，差一点就是帅了。还准备出手？对，这个就不好会洗钩。有没有？有没有？有了，有了！真厉害！好险！这样配真的。这个是要救这个球，纯粹是靠技术了。这一局不要输那么难看了，分数多少要一点回来。尽量，对，尽量。我们的宣雅姐，哎，也不错，差一点点，对，稳稳的。对啊。歪了，歪了，歪了，歪了。偏，歪了，歪了，偏错边了。不错了，很棒了。第九局结束了，现在进入第四局了。哦。加油了！哎呀！终于，终于，终于，终于 ，try 了，终于。哇！终于，后来居上。哦。是 try， 抓一只火鸡给他们看。抓火鸡哈！抓火鸡！抓一只火鸡。来了，靠你了！加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嗯，知道
们高手会息息相关。看能不能救到这一球。看看能不能救得回来。应该是可以的。有啦。哎呀，正中。轻而易举。还好。棒棒，高手。真的是惊险。你们红队终于一个高手。终于有一个金锋。对呀，对呀，对呀。哎呦，看我们郑凯能不能抓一只火鸡。你看他是曲球。哦，第一次看到他，紧张啦，紧张，对，最后一球，来，哦，不错不错不错，好了，现在这个进到黑了，我相信你们是两种心情的，是啊，没有关系。啊，有胜有负。那、啊、我们现在等这个统计分数出来，我们再来宣布。好，这一局暂时休息一下。好，来，观众朋友，很准时呢，开始要比赛，项目就是。桌球比赛呢，才五战三胜制，单局先得十五分的队伍获胜。比赛分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还有混双。每位参赛选手呢，只能出赛一场哦。那我们桌球呢，分了很多项目，我们先从男单比赛开始。哎呦，整个气势都出来了，哎呀，不遑多让，哎呀，哎呀，正式开始，已经准备好了，哎，蔡仲宪就出手了啦，对啊，你看，哎，好，红队一分了，就换阿力，哇，桌球 OK 吗？应该可以的。一来一往，哎呀，对对对，哦，哎呦，嗯，哎，厉害嘞，哎，不错啊，哎呀，不错，他有很多的运动细胞。男单，男队是太强。对，现在是那个红队三分的，三比零啊，哎呀，今麦是。动物跟食物在 PK， 你知道吗？因为它昆虫跟那个菜长嘛，哎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哦哦哦哦，哎，终于哎，得一分了，没卖呢，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哎，找回那个手感，哎，啊啊，嗯，哎，平手了，6-6，很刺激哦，很刺激哦，八九选，垃圾站。哇！看伊发球，骨势袂歹呢，骨势。哇！哎呀！哎呀！哎呀！10-0了，一转眼。终于跑回一城了。可惜。你要球啊？好，去了，10-7。
很漂亮，这次是哦，攻防战。啊，出界，出界，哎，是，还差两分，差两分，差两分。你们要守住，你来喝秀嘞，秀守住啊，兄弟。真刺激嘞，哦，哎，哎呦，哎，你们要小心啊，要小心。加油，加油，加油。哇！又平手了！啊！刺激哦！我看到观众朋友看到嘛，跟咱同款哦。哎，杀出一手！哎，十比一。看看有没有？哇！我没有玩过桌球哎。平手呢，一直平手。是哦，这个才有看头。哇！哎、欸，哇！哎呀，十二了。那比胜，快了，快了哦。哎、欸，这不到最后，不知道谁会赢。哎呀！哦，有啊！哦，心跳很快的，这样。哇！赛末点了啦！赛末点了，十四了。赛末点啦！加油，加油！哦！惊险获胜啦！真的是叫惊险获胜。不要紧，不要紧，第一局尔，第一局尔。哎呀，男单向女单。看女生的。今年桌球的最佳爱好者。桌球队哦，今年哦。还相信着今年的改革。是啊，真的两个身材都差不多，可是技术的层面，你觉得你们红队？这个星宇是从国小了就开始苦练这个乒乓球哦，对，你们篮队，幼稚园吗？哇，你们这么厉害啊！你们男单赢他们赢的，真的会换你们把位置。好了，比赛开始，开始。尤其是穿红色，特别厉害。可是输了。因为他都是打到桌面了。这样也会演哟。一比二了，你们赢了。这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开始打的吗？对，从幼稚园就开始打。珍妮啊，你说他小学？惨了！啊，我在国小组，国小组。我那天跟他去练习，他不是这样的。是哦，哦，那是紧张吗？没有发挥出来。哎，你最喜欢让球过。对，他发球要两，先弹自己。你那个，对啊，一直跳一直跳这样。对啊，哇！你看他们那个凹杀球，那个都很厉害。对啊，有没有跑到后面去接球杀回来耶？他说整场都对啊，跑来跑去的。哇！他们是跑来跑去捡球了，不是比数相当悬殊啊，不是去救球。那你看几位？哎，八比三，哎呦，快接近了！一转眼八比三，对，上一场男单的多刺激紧张啊！他们很厉害，四连发球的，他真的是从国小就开始打。他有说他桌球队的啊，有啊有啊，对啊，从小就在练习啊。
啊，可能是练习而已。对，练习一直没有上场的机会。没有，是是哦。啊，哎、欸，终于，终于有一球了，捡到一分了。他就是要靠蓝队失误啊，对对对，好不好？对，我们的选手得分都是靠别人失误了，自己都打不到。哎，不行不行啊！哎，进了！我的天哪，怎么会如此神奇呢？那不是幼稚园就开始打了吗？还有一次机会，哎，他就直接用丢的啦，这个无力可回天呐、啊，属性摆在干捡啊，现在你单已经结束了，哎，属性摆在干捡，是啊，你们是狂拿分，他是猛丢分，对，我们都靠别人失误的，OK 了，好了，那李丹比赛结束。男双比赛开始，加油加油！紧张了哦。不会打，不会打这个桌球，就是看他握拍，对，知道握拍好像。然后发球也是，对，发球。好要发球发得过，我觉得以我们的素质，就是只要发球发得过，我觉得就有机会赢。对，所以我们看他们发球是放出去，但是出去的他会切球，他切球球在旋的话，你会很难去接。哦，一接的对方就会喷掉。哦，所以我看你这个拿着这样。对对对，哎，你看我们都是平的这样。我们算直的，这样立的业余的而已，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打进去人家的桌子，我觉得基本上就有得分了。可是阿凯他在反拍反击的时候有没有很亏水呢？对啊，但是要准，对，蛮专业的。好球，这发球发得不错啊。故意掉短了，掉短了。换阿中了，换阿中。啊，太用力了。啊，有6-4了哦。哇，太用力了哈，出界了。其实他们这样子是很快的哦。对。很快就结束了。其实实力相当了。哎。可惜没有接。落掉。哦。两边的实力也蛮接近的。对，蛮接近的。对对。然后钟镇凯凯哥他会一点点切球，也是花，所以他会改变球路。哦，发球过来，那这样对，这样对方就接不到。有。已经走了。跟那个男单。男单一样呢，对对啊，哇，8-8，哎呀呀呀，刺激啊，太大力了啦，太大力了，太大力了，实力相当，实力相当，啊，哦，可惜了，跟你那一场一样，对，哦，拉锯战呢。那场很可惜，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可惜。对呀、啊，这发球不错，哇，哇，太大力了，太大力了，哇，有点拉开了，有点拉开了，至中还是，哦，没过，没过，再来哦，哇，追上来了，追上来了，追上来了，差一球，加油！
加油！哦，平手了，平手了！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哇！哎呀！好球，好球！好球，好球！12-12，12-12！哇！哟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啊！太急了，太急了啊！可惜。哇！哇！加油，加油！哇！哇！刺激！啊！太大力了，太大力了！哇！赛末点，赛末点，一颗球，看能不能丢死。哎，对对对对，如果这一分，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就丢死。平手了 ，Deuce， 对啊，明智发球，对，他发球发的不错的，哇，真，哎，14-14，哇哦 ，Deuce， 我们的班选不错呢，哦，好球，好球，哎呦，哇，看到点了 ，Deuce。哎呀，又丢死，没完没了。哇，要17分，要17分才有获胜。要17分才能获胜。啊，是啊。对，我还要再，因为要打，因为要拉两分。哦，朱姐好，16-15。加油加油，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救得回来。哎呀，又丢死！哎呦喂呀！哎呦喂！16-16，要18分，要18分。好球，好球！17-16。哇！真的要17分决胜负。要现在要18分。啊！哇！17分！17分！要17，要18分。现在要到19了，要19了。哎。看谁先到19，好，好球，好球！赢了，蓝队获胜，蓝队获胜！哇，19-17，哇，很刺激耶！这一场我们蓝队获胜，没错，就来换你。换你双了啊！男队现在2-1了啊！现在换你双了，来哦！现在女双要上场了，刚刚啊，女单呢，这两位这个比赛的选手已经坐在我两边了。刚刚看了你们两个，就好像你们都是负责在这样追求哎。对，我们是属于追求队，我们是比较让球队，对对对，不想让对方有伤害感。我们是属于练习的时候才会发挥我们的实力，练习组的，因为同事之间要有爱。所以你们是追着球跑。对对对对对。OK， 那么现在呢，啊，就换我们的女双上场了。好紧张啊！呀，开始开球了啊！啊，哎，你们蓝队是现在派的选手是萱雅，对，心仪啊，心仪是的。那你们是敏云、嘉珍，他们的实力怎么样？他们实力，哎，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实力，你们那队的实力，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边会赢，因为为什么身高比较高？会吗？因为他们说打那个羽毛球啊，他不是打桌球啊，对，身高越矮越好。对呀，因为我们都是反其道而行。真的吗？对对对，因为他们会因为身高问题，他们会一直失分。哇，哎呦！哇，你看，现在已经1-1了，哎，1-2了，啊，3-1了，哎，你们蓝队果然被料到了，可是哎，难讲难讲哦，现在才刚开始，我们都从后面才反败为胜。对对对，你刚刚红队就是这样赢的啊，好像有可能。男双，哎，那个，哎呀，那个男单有没有？哎，呀呀呀呀，再来，呀，1-4，哎哎，你们赢得好快哦。因为红队一转眼的事，哎，八九不中，哇，快耶！哎，有没有？
慢慢的就反败为胜，慢慢回来了，春天要来了。哦，哦，他们都是抛物线，哎，又靠失误拿分了哟。这一定要这样子的嘛？你们刚刚也是靠失误拿分，这是我们的绝招。他不是，你们是靠清理哈，一直失分呐，不是。他一直他那个球一直打到自己的桌面，对呀、啊，应该打到对面的桌面。他是自杀组的，不是送分组的。送分组的。基本上我覺得，七比三呐、啊！哦，哇，不可能！我们一转眼就七比三。对啊，我们才聊两句就七比三了、啊，哪有这样子啊？会不会待会打个哈欠？八比四！哇，这么快，怎么这么快？啊！哎，终于哎，打个哈欠，我们蓝队就要赢了。你看，虽然我们都打这样，但是我们的抛物线很漂亮。哦，对不对？他们是在参加，不在得奖啦。可以，抛物线啊，哦，也不是那个上球那个直线直角。有啊，哎，有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刚刚豆子是在睡觉而已啊，都在梦。来了，来了，哎，哎呦呦呦呦，来了，哎呦呦。哦，你看，他打到你自己的桌面了。对，萱雅，我们有点在让分呐、啊。嗯，开始让。因为为了不要让你们红队输得太惨。啊！哎、哇，这太用力了。哦。十一比五。哦，这我对，这真的很快呢。我觉得你们要保持失分的这种实力。我们是保留实力，保留实力啦。光挂网了。整个这是不是你看过最可怕的球赛？最不可思议的球赛，这真的蛮不可思议的球赛，因为大家都在对方失分，大家都是自杀组。对对对，没有，因为表示我们同事之间大家都很对啊，我们是要浪分的。对，嗯，盖住逼啊！哇哦，把他当鱼球在打啦。家珍呐、啊，他现在是先预备等一下的那个赛事球哈。对对对，这个比分太悬殊了哦。哦，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真的是实力了。哇，真的你们这边强呢？很强，我们其实很强，我们其实也很强。哦，一转眼一下子赢了，一面倒，我们是不影响有倒哎，不影响哎，整个都来不及回神呢。那接下来是更难的了，当然，混双，混双是我们会反败为胜哦。OK， 加油！好，现在桌球的项目呢，混男女混双要开始了。哎、欸，我问你的，哎，你的发球袂歹呢？哎呀，我靠发球赚钱的。可是今天啊，这个对方的发球也很强哦。啊，没办法，嗯，打给男女啊，这个男队跟女，这个黄队的、啊、男生跟女生都很强。那、我看伊那发球吼、哦，拢是啊抛物线的。我跟你讲，比赛还是要输赢。现在最后今天一个男女混双的比赛，就靠你们会不会是这一场可以扳出一点面子回来，能扳回一些分数的哈、哦、？OK， 我们先宣布、okay. 混双开始开打。想哦，这是夫妻档，哦，他能跟你 partner 呀？看起来这一局是你看阿塔怎么都没有接下来，黄队要吵架了，你看，黄队吵架了，老公在让骂老婆。你哪来在哪里接的？你哪来？哎呀，无啦，三妹无协调啦，哎呀，这个男女哈，这关系很复杂啦。跟他名称帮你啊，那种。啊，花酒的。三妹就冰心冰无鬼啊！哎呀，真正，哎呀，真正，加油啦！阿坤的哦，呀，真的，玩到这里，哎呦，阿水，哈哈哈哈哈！不，他一把这个桌球跟羽球他搞混了。哎，是哦，他用羽毛球的打法。对对对对。他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他都把他搞在一起了。哦耶！哦，水哦！哎，最水哦！水哦！哎哎，二比二了啦！你们加油加油的啊！太太，我上分啊！太太，哎呀，我都两个拢强的，上分啊！不，没有办法，两个都强的。会紧张哦，安尼啦，哎哎，是，安尼就掉分啦。开球啊！哦，来，哎，精彩！哦，准给袂歹。哎呦，准给袂歹。哎，对，他发球不错，有威力的，他就对。
一接球就出去了，就出局。出局呀！啊！哎呀！哎呀呀呀呀！这有可能，那个这个球拍完了，两个阿嬷等于就拍，敢有可能？可能，可能一个礼拜不讲话，一礼拜无讲话吼。好，改在我两个无讲对呀。无讲对，已经拢刀子。那用眼睛哦，这个杀过去。哎、欸，7-3了！哎呀，战战战！哇哇，蓝队真的，哎、欸，这样也得分了，这样也得分了。你只要碰到他的身体，打羽球，用羽球打到这边来，打到主播台了啦！蓝队大欢呼，蓝队大欢呼，4-8。加油！哦，8-9的裤子也没败。哎呀，没败。所以我觉得是靠他们靠发球很重要，发球很重要。那你发得好，他没有办法接就输了。对呀、啊。魏奇好像不会发球。他不会发球，但是比较可能就是发球比较不内啊。你咋不那啦？咋不那？早就稳超胜算了。你讲我哇，哎呀，稳超胜算啦！跟姐姐嘞，跟姐姐啦，啊，何姐姐？啊，没有挥棒落空，他用棒球的方式啦，挥棒落空也，挥棒落空。是有。对。哦。那我们这都是。是有。我们这综合的，你知道吗？综合的。所以阿凯都是靠发球来击上，对他靠这个发球，发球很重要，所以发球很重要。发球对方那完了，对起。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哎，你有先见之明哎。因为我每次看到发球都是他在丢分，对你看到他就知道他送分了。哎呀，失误。哎，后来击上，人家拢是八卡嘞，我感觉拢八卡对吧？换上卡不吧。所以要借这个运动会的机会哈，展现他弱的一面呐。平常太强势了。好笑。哎，得分了！哎呦。哦，迎头赶上，迎头赶上。颜值过早吧？对。还可以，还有机会。太多了。你看看，哎。哦，正格袂歹哦，正格。哎，帅哦。好，赛莫点。哇！赞！哎！恭喜蓝队获胜，蓝那个桌子太小，蓝队获胜，桌子太小了，哎呀！哇！一面倒，你们总共赢4场了，那还用说？OK， 比赛结束。介绍一下羽球的比赛方式，比赛呢才5战3胜制，单局先得15分的队伍获胜。比赛分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还有混双。每位参赛选手呢只能出赛1场哦。这场先进是男单，你们蓝队就派谁？蔡长，蔡仲宪。为什么？哦，也怕呢。哎呀，强啊！好像是他们的主将，每个项目都是很强。是那个羽毛球很会打，我有跟他打过。我真的哦 ，OK， 所以你们他差我一点点这样子而已。你干嘛？你叫我压兵的对不对？要把握。没有，我是说那个其他的而已的。哎，对啊，那羽毛球他就厉害了。啊，了解。阿令呢？我的名字帅哥。这两强相遇了，这鹿死谁手不知道了。反正好，我们正式宣布。我们羽球什么男单比赛开始。来，比赛开始，0-0。我们的白球，我们的裁判很专业耶。啊，哎呦，有模有样啊！你看，真的。没有被你料到了，厉害哦！他杀球很猛哎，对，他又是羽球冠军呐、啊。
样的，你看，你看。那换成是一代。哦，哎哎。球碰很接近了。对。哎呦，界内的。得分，得分，得分嘞！你看蔡长在趴舞啊，他在反击的时候中稳，接球的时候很稳，很准，那个很准。对对对，那是有经过训练的话。嗯。哎，见嘞！得分界外嘞。哇塞！他要吊球哎！六比一了。他要吊球哎！哎，这样就对了，哎。吊球阁会用开球，哇！又直杀进来，哎呀！哇！哦，哦，13-3的。获胜，终于打败他了啦！耶耶，终于耶耶耶耶！首先恭喜男单，你们赢了。哥，男单是我们整个，整个我们是男单，男单是他，哦，男单蓝色的，是 blue， 不入赢了，不入赢了啊！你们要加油，啊、现在看这个女单你们 OK 吗？你们有把握吗？照这个正式来讲，我们应该会后来居上的了啊！好了，我们正式宣布女单开始。两个都很强哎，姐姐是有，哎呀，太大意了，太大意了，不错不错。哎呀，哎呀，界外，哎呀，可惜可惜，哎，可就不好，失误了，可惜，这球也不好救了，没办没办，趴掉没办，哎呀，哦呦，哎，你看有练过，哎呦哎呦，我。哇，好帅！界外，界外，界外，可惜了，都失误了。哎，加油，加油嘞！我就，哎呀，没看见鹅肉，沈哥，马上有了，马上露出马脚，沈哥的加持啊！马上就送你，对对对，沈哥的加持，继续乘胜追击啊！来哟，来哟，有了，有了，哇！好帅，差一点点啦，你看，哎，
可能会连续哦，可能连续好几分哦，沈哥。杀下去！哎呦哦哦哦，不简单！哎、欸，哦，米云厉害哦，米云厉害哦！杀、球！哎、yeah. 欸，杀！哎、欸，耶！厉害厉害，漂亮，真的漂亮，平稳的哈，很平，但他的球不好打。平常水准对，是，水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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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应该我得判。哎，内界内，岌岌可危啦。这一球有一点点幸运，那打到了球框，啊，所以速度变慢，这一盘可能会提早结束。会赢，你们会赢对不对？哎，会赢。耶耶耶！对啦，你看来了。别三加你波啊，你加你波你就闹。别看你恶到啥啦？啊，那个恶到的就不了分你。低调低调。啊，是哦，一来一往是。哦，哎，界外，好球。界内吧，界内啊。哎、欸，你看你，哎呀呀，奥赛了，哎呀！说嘛哈，觉得不要大意，爆发力有要持续力，不要大意。厉害，这两个真的是蛮会打。哎，接嘞，这球打的不错。哎，红队得分。哎呦，不错，哎呦，哎呀，哎呦，来，来了，机会来了，来吧。这奥赛！哎，界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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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太淡了，太淡了，我以为奥赛嘞。哎哎，界内，哎呀，明明看到就界外了。好，还没有吹哨子。哦，还没有吹哨子。对，我们的裁判长是很严格，要尊重，要尊重，有执照的哟，是的，是证的哟。哦呦，哦呦，哦，哎呀，界内啦，哎呀，他腿太短了，跑都来不及跑了。哎呀，厉害！哎呀，厉害！网子破了啦，网子破了，要求一下换球拍。换边了，换边，有人八分就换边了。现在是八分就换边一次了，8-7啦。等一下，哦，真的吗？哦，是哟。发球都很稳，是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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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杀回来了，很厉害，对啦。哎呀，小辣椒有没有？看牙医红水啊，一边红水，啊那机会来机会来，八字比较那个，杀一下，哎呦，哎那么温和嘞，杀的话哎呦，对啦。我是觉得他想说先求稳啊，哎，先求稳。他的杀球是还有一点抛物线，看这个哦，这个也可以杀，他没有杀，杀，这个就没办法。哎呦，走，奥赛，这救的，你们救的，救的好。所以为什么？哎，女生的，哎，送分来了，哎呀，送分来了，哎呀，饿了，哎呀，来啊！哎呀，嫩卡棒啊！哎呀，哎，这种球杀球，嫩卡棒的球，嘿哦，杀球！哎呀，哦，自己是啊，是，没有球拍没有调回来。对。像沈哥讲的，女生打羽毛球很好看哦。嗯，是，对，妹啊，应该是最主要是两位身材很美哦。还有他们没有叫，那个我看那个外国在比赛，对，哦，杀球，哎呀，叫。啊，要叫了吼，要叫出来啊！我们他有杀气啊，我们可以帮他叫嘛？我们可以得分了，目前红队领先了，我觉得。碎，来，哦，这里站失误，我就说哈，我对他有信心的。哎，机会来了。他们两个旗鼓相当，真的旗鼓相当。哎，哎呀，气死的！我走漏你那个球哈，从太高下来，有时候黑买亏。他十拿九稳的呢，结果要气死。哎呀，光线的问题，光线有时候真的。啊，再见。哇，你看界内呢。哇，结束了。哦，结束了，太可惜了，太可惜。红队获胜。你不能握手，你留点汗回来。没关系，比完了耶，终于为红队赢场了。
刚才替我们蓝队把那个男单的那个先抢一盘。哎，对对对，哎，我们女生已经赢了一局，所以说你们现在是平手，一比一，一比一。好的，那我们正式宣布，我们男双比赛开始。如果是郑凯，哇，天下无敌。对手是李坤。红队得分了，红队得分哦，真的红队得分了，哎呀呀呀！其实发球要进入对方的斜对角的格子里面。哦。哎，哦，没过，应该没过。哦。好像换自动发球。哦。有。过了。哎呦呦呦呦呦！界外。界内啊。二比一。英赛耶！哇。哇，是界内。运气太，我觉得是不是运气很好？运气一直慢慢的在扳回了，球运一定要有啦，一定要有，运气也是，对，也是占部分，判断也是要很准确。哎呦，判断下就是好像感觉好像出去，可是拍下来之后觉得解。对啊，他有时候还甚至还摸着那个边，有没有？对，刚一点点啊。对啊，而且要用鹰眼去看有没有在点上面的线上的。哇，那个指令。好球，好球，界内吗？哎，界内，好球。哎呀，郑凯哥，杀球，没有问题，两个都运动健将。哦，哎，耶，输了。其实凯哥只是保留实力了。他们都有偷偷在练。但他也怕，对。啊，太急了，太急了。太急了，太急了。对，第一颗太急了。啊，庄正凯，稳一下，稳下来，庄正凯，稳下来。加油，加油。对，草红队，你们也啊，挥棒落空。打开，很漂亮，这一球发的漂亮。哇，你看那个抛物线。哎呀，稳就有机会得分。实力相当啊。啊，没进，没进，发球失误，发球失误。杀！啊！这一杀，对对，郑凯哥没有办法接了，因为他球太前面，又在前面，又在高点，又挥棒落空，他常常挥棒，对对对，四中哥常挥棒落空。现在你要告诉他，你要多练一下那个。对呀，那个挥棒那个感觉，要抓好。哦，太高了，太高！哎呀！哎，界内啊，界外！哎呀，界内！对对对，八比七。哦，他刚刚没有杀过去。对对对，凯哥加油！加油加油！太跳的太大，太用力了，对，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那一点点而已。哎，那进球哦！漂亮漂亮！不要掉了，其实不要掉，打后面。被掉到了，打后面就漂亮。比赛吗？他有偷偷在练。哦。比赛那个有没有转播有没有？对。带自己那个国手世界级的。哦，这个好高哦，这个球。他叫世界排名第一。哇！啊，没过，没过，哎，太急了啦！加油，加油，还加油！好球，好球！又挥棒落空。对，又挥棒落空。每次至中就都挥棒落空。哎呦，救得好！哎，好球，好球，好球！就在那个边边角角。救得好。对。赛末点了。哦，界外界外，水，跟想象中的一样，跟想象中的一样。哦，男双，男双了，哎呦！哇，大家看到的，没问题，没问题。恭喜这个我们男双惊险获胜，蓝队，对，2-1，耶耶，英雄归归队。蓝队，蓝队，蓝队，加油，加油，加油！
来就是要女双的比赛要开始了。我们那个蓝队呢，我们是派了玄雅跟心宇，我们红队呢是心宇跟嘉珍。对，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男双的比赛，哇，真的很精彩，强啊，很精彩。我觉得旗鼓相当。对对对对。哦，实力差不多。那个池中柱，他就是因为他接球啊，你说常常会空棒。对对，不能怪他，说老花眼。这是老花眼的关系吗？替他找个借口嘛，要不然一直输这样也不是办法。我们正式宣布女双开始。体型都差不多。一样短短的。对。腿短短的。我们这个心宇也是从国小就开始打羽毛球，校队。哎，你这样讲，我以前小时候也都是校队啊，都跟着在旁边一直笑的校队。他是常常被笑。哎，你。哎，救得不错。哦。现在在发挥了，发挥时间。哎。其实我们这两个是搞笑组。送分，送分组啦。而且是打健康的，也不会啦。这个母女党的身高都一样，对啊。我接到了啊！哇，我接到了，我才稍微对你们有点希望。哎呀，接到就没有过去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不会啦，大家都很认真的啦，对。加试加试，哎 ，outside， 哦，你们又对，我们都是靠别人失误才能得分。知道，哎呀，又蓝队得分了，蓝队得分了，对，谢谢，一分入账，谢谢沈哥。哎呦，哦，这回解的不错啊，而且是接内，接内，接内，接内。可是他站的那个位置，哦，他们会不会从头到尾都在等对方失误？蓝队失误了，蓝队失误了。哇，没过没过，他要发到绿那个绿色框框里。练球的时候，其实心宇一直根本就没办法过网吧。对对对，一直都打不过去。身高的问题吗？哎，是身高的问题。这么讲究伤心。球感的问题，球感。你说错了，我觉得对他不了解，他适合打篮球。篮球吗？对，他有写他打篮球。哎，又失哎，没有失误了，发球失误。对，发球失误。哎，你看蓝队的啦啦队，哎呀，现在开始嗨了。我们已经放弃了。哦，这个失误一身高，这是倒是真的。没接到了。嗯，男双也输，现在女双要输吗？你是看不爽。那换我访问沈哥，你对这两场比下来，三场比下来的感想是什么？我是觉得娱乐性很高，娱乐性。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开大家开心就好。但是其实我们很认真在打，你看得出来吗？啊，对啊，对啊，看得出来。很认真，只是打不到而已。很认真在打，只是打不到。好，好，好，进了。好，现在换对方球。对对对。平常还是有在练，有。我们比较善于用一些方式技巧。哦，心宇这球打得不错哦。哎哎，他准备了，稳一下，稳一点，稳一下。好，再来，哎，一来一往。对，因为你会想说，为什么他都没办法打进去？哎，你怎么晃神了？啊！心宇从头到尾都在晃神。哎，他不知道开始了吗？啊！完了完了完了！我觉得看不下去了。对，要不然其实打羽球身高就输了。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平常哦，运动要练习。对。我们有没有常训？对啊，那个基本的那个东西。要常常玩。哎，沈哥，我认真讲，我真的很认真在练习啊。哎，我们赢了耶！哎，哎呦，莫名其妙在那谈笑之间，竟然蓝队赢了。蓝队又赢了，那我们恭喜女双，蓝队又赢了。哇！来了，师姐又送分了，怎么那么好？赢了，师姐，这么好。
谢。那我们继续认真看这个我们的混双比赛下去。正式要进入这个叫歌喉战。刚刚桌球的队伍有点变化，有点变乱了、哦、羽毛球你们两个夫妻有拆开了，看会不会好一点。太太了，要怕不怕啦？太太了，是哦，太太了，要怕，惊惊啊，惊惊袂着顶啊。这我看无了，现在是到底谁的？蓝队，蓝队，有蓝队，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哦，嗯，不一定哦，不一定。好，来，哇，挥棒落空。哎，红队得分，哎，恭喜了，恭喜！终于有听到红队得分，哎。你看他们两个站的位置，两边站的位置都不一样，哦、对，因为在这个一前一后，因为红队这个、哦、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它相差比较多。哦、啊，另外这个，哎，他们是站前后的队形，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认为只要默契好，你前后左右都行。哎，这杀子杀得不错哦，哎，接不到呢，啊，哎呦，杀子。刺了他，杀气就跑出来。杀、欸，杀不出的状态。哎、欸，有过有过啊！挥棒落空啊，可惜呀、啊。这画球不错。哎呀，挥棒落空。刚刚连得两分、欸。界外啊，界外。inside 啊，没有界外、欸、啊，在线内。哇塞！啊，哦，没过。好，平分，现在平分就是。啊，来，两边平手、啊。五比五。进哦。啊。边赛，边赛。别紧张，别紧张。哎呦，边赛、哎。怎么办呢 ？Don't worry, don't worry。来，打过去。回击，哎，不错。哎呀，哎，这种角度，这个平衡难处理。这个组合有变换，想说以这个奇招来制胜啊、哦。那现在看起来两个人默契可能不比夫妻好。我们这是 partner 啦，但是我们那个 partner 基本上女生是她是占个位置而已，她基本上她的哎都是在男生在用力的，女生都没在用力的，哎，所以说她会有这种状况。逆风，山河变色，风云变色。九比十啊，十比九，九比十啊，差一分而已，差一分而已。哎呦，最后拉线了，垃圾算了。是，啊，挥棒落空。哇。十二比十了呢，对，有机会，但是没有，刚刚没有，刚刚有又有拉一分出来，好，就到这，过去啊，太急了，太急了，十三比十，红队得分，耶，恭喜，耶，啊，有，出界，哇，有机会，有机会哦。
塞末点，塞末点哦。哇，恭喜他！好了好了，对啊，恭喜恭喜！哎呀，他赢得很辛苦。我觉得让他们赢一下，他们赢得真的很辛苦，很努力的。减去配，减去配，真的真的，恭喜恭喜恭喜！哎，文章的比赛完结束，我们这个羽球项目正式比赛结束，结束羽球，下一场的比赛。好的。这里是我们篮球三对三的斗牛比赛了。哦，斗牛哎。那我们这个哎，嘉贞，你是红队，你们派出来是明智、昆虫跟米。他问哦，我们这边很厉害，很强啊。宋宪、郑凯。对呀、啊。这样子讲起来，我觉得你们比较有把握哦。对啊，当然哦。没有啦， okay, 我们比较有把握。好了，加油了。好，我们这是篮球比赛正式开始。很刺激啊！是打篮球，不是都要身高很高吗？耶、yeah, 耶、yeah, yeah, yeah, 我们昆虫多厉害！昆虫是我们的希望。昆虫进球，连笑换啊换，不枉多让，绝不手软。下方蓝队有中线，对，传、哦、球给哦郑凯，郑凯，哦哦哦，球被抄掉了，被名字抄掉了，哦名字，哎，一个高传球，他、哎啊、没有接到，哦这个传球很漂亮，可是没有接到，哎呀可惜可惜，啊，哦不要急！哇，这一场很刺激，很刺激，抢得很凶哦，很凶。明我们不遑多让了，不可以再让了。啊耶！1-1，昆虫又进了。啊，2-1了，2-0了。对，我们昆虫又进了，你看。没关系，3-0了。我们篮球先让你们赢。4-0了。加油加油！哎！嗨！哎呀！哎呀！啊！球被抄到，换郑凯，庄郑凯，他是打三分球，没有进。难啊！哎呀！哦，球被名字接到，哦、一个进了，6-0的。啊，六比零啊！控制姐，控制姐。哎，零分的，你们还没有入账，还没开张哟，还没开张哟。没关系的，先让他了。篮球是男，是我们红队的希望。哦，你们都听见了啦。我们的希望。天哈，一点是零的。哎，三分球。哇，得分的好。6-2啊，这不是三分球，是两分。中线厉害哈。哎呀，哎呀，看女生表现。啊耶！ Yeah! 我们米云，我们米云很厉害耶！哇，米云，女汉子，那个是谁老婆啊？女汉子，米云很会耶！他没事在打单以外都在，他打单以外的时间都在打球，跟打小孩，打老公。哎、欸，看不出来哦，打老公带小孩的说，他说打老公还会打篮球的哦，他把老公当篮球打。哎呀，啊！发球啊！修崩啊！修崩，站在一起。嗯，红队现在很强呢哦。啊！哎呦！有！天哪！紧张刺激。中线好厉害哦！加油加油！8-4。哎呀呀呀呀！我们得四分了。哎呦，你们连得四分呢。我觉得强，赶快！看这个会来压开哦。篮下没有办法，现在送就靠那个菜长的那个外线了啊。拿手，快点抢！投进！耶！10-4的。哎呀！10-4啦！哎呦喂呀！
他们平常有在训练呐。哇，明智厉害啊！明智的昆虫哈。啊耶！啊，昆虫拦下被昆虫接到，超到了，超到了！哎，现在要带球过人。转身，哇，没进！哎呀，就球被女生打了！哎，啊！Yes, come on. 哦，是外线吗？要外线吗？好，抢，快点！来抢球！喂，快点！过来，稳住！李云，哎，哦，李云他没有进。哎呀，差一点点！赶快抢！李云，耶！哎呀！还有差一些。菠菜。中线好厉害哦！中线很厉害哦！对耶，他边线球，心理区啊！中线是我的 partner， 我们现在是不同队。小伙子眼力很好。李云也很厉害哦，李云。要运球了，赶快传球！球，昆虫有机会进！耶，杀了！哇，这个篮，我觉得篮球在得分比较快哈，而且很刺激。哎，对，昆虫进，耶！这个妙传，妙传到篮下。现在不能让了，绝对不能让。接到球，妙传到篮下啊！明智传给明智，再妙传到篮下，好，然后上，哇，差就上篮得分。对，哎呀，哦，现在很快。啊！哦，昆虫，我觉得昆虫厉害，他埋伏在篮下哈。对。快点抢到了！哎，补一球啊！再补一球，14-7，哎，16-7了，16-7，上河变色呢。好啊，很难啊！我来问你输，他进账哎！我觉得我要坐在这里，红队才会赢。哇！耶！啊，终于16-9，可以照给你啊！还有7分的差距。哦，加油，红队！哦，哎，两个包抄哎！真的太过分了。明智，快点！稳一点！啊！进，昆虫，哎！哦，中线这条，进！哇！中线练球不是练假的哎！剩下4分了，差距拉到剩下4分了。那这样，刚练看进球，一个进球起来了。哎呀！好厉害！要守住啊！守住，对，你们要守住。哎呀，高队埋伏大人下去。进！我讲哎稳的话，现在名字稳就 OK。对，进。这就一样。名字稳了哈。对，然后昆虫抢篮板进球。对。啊，你的女生就跟女生，让他们两个女生去斗就好。对，这两个男生的斗哈，两头牛公牛。加油！进！哎，没有呢。可惜，放电话去了。哎呀，这个传的太那个了，我觉得传了好几次哈，对方都接不到，传的稍微偏了一点，对，高了一点。哎呦，可惜。没有，红队了哟，换红队的球喽，来哟，哦，看到没有？他每次传到篮下，对，就是会传的比较高，嗯。哎呀，好，那个刚好没有人防守。啊，没有人。哎呀，快点，昆虫啊，加油！好。耶，终于进了！哇，明智终于开20-12了，终于有表现了。哎呀，又拉锯了，又拉大了，差距拉大。啊！防！进！哎呀，这个很刺激。我刚刚看，我来看，还足紧张诶。对啊，我嘛是诶。哎呦！哎呦，独秒啊嘞！对了，球。中场休息5分钟。好。
开，英雄回归，对，你一起开。啊，三位英雄，三位英雄。我记得明智，明智他就是他很多，就把那个他上篮的是得分的时间，都用传球的方式传到篮下给给昆中，这应该是我们的作战模式。嗯，我觉得常常是这样，因为明智他觉得发觉自己的手感，有点还没有回来，有没有？还没有热，还没有热，他的手感还没有热，他说他就是用那个有没有？他传球的方式给那个篮下得分，篮下得分，对对对对对，他好几次都这样，对对对，有没有啊？然后那个你们菜长就是。他那个好像是异军突起了，好像神来之笔。他直接一个人，他就不用传，他直接跳起来就可以进篮筐。有很多时间就是这样，像我们这次兄弟队哦，得那个冠军，职棒大赛冠军，就用全垒打，每一场，不是三场七支全垒打，都是用全垒打，每一场都是用全垒打决胜负。对，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啊。啊嘛，就什么用技术性啊、短传啊什么啊，得分短打什么什么的，一直往前推进，都不用一次定江山，这就是战略。OK， 好，时间够了，我们正式下半场开始。开始。哇哦。得正。哎，那嘛第一次看篮球，我要听高主爷在拍篮球的吼，那么可爱就打篮球。明智加油！明智加油！快点。传给昆中，啊，上篮，耶！有没有 ？Yes， 他们两个篮下对吃篮下的，对，因为我们不遑多让，把篮下吃，对，这就是我们最大两根柱子，十分了呢，对，我们赢十分了，这一场不能再让了，不要让了，不要让了，不可以让了，这一场我们赢不了了，去捡起来，哎，他是善财童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对了球，红队的球，对，有没有搞错？是我篮板了。我还小公爷啊，是啊。哎哎哎耶！哎，明智哇，明智投，啊，明智啊，有可惜，哎呀，被抢走了。可惜。哎啊，打掉，没关系，没关系。哎呀哎呀，没进，没进，哎，俊杰，换你。快点，金姐，走，金姐，防守，防守，金鱼枪，抢不中，抢啊啊啊！哎，快点，昆冲，昆冲，昆冲，来，篮板，进，哎，进来没进，没进，啊，哦，翻了好几番呢，可是那个拼劲够哎。翻了好几番呢！天哪，没看过俊杰这么的用力，对，很猛哎，他用滚的，真的滚好几圈呢。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这个运动精神太厉害了，没有，就是要这种运动精神，太厉害了。心雨，快，哎，这球，哎，进了，终于，哎呀，明智，明智，终于进了，拉锯战，拉锯战，哟，现在割喉战了，割喉战，不是拉锯战，割喉战了。没进，快点！哇哇哇哇！明智有抢到篮板，心雨，心雨，快点！啊，被投给谁啊？他投给我们蓝队。哎，还盖火锅。好，蓝队喊暂停。哦，现在换着。哎呀，凯哥上来了。呀，哎呀，这个是。那我们得分有希望了。希望是要传给谁？哎！啊，十分又追两分回来了。哎呀，球掉了，快！凯哥，凯哥，抢！他又哦，哇，没进！哎呀，球打到手中，又丢到篮下。耶！合作无间。哎，速度很快呀，那个。你们的温度在上升哦，在追了追了追了，最开始被棍啊，棍啊，最开始被棍啊哟，棍，被抢抢棍啊，抢抢棍啊哟，棍啊，哇哇哇哇哇，喂喂喂，凯哥，防守防守，防守，蓝队走步呢，哎呀，红队的球，红队的球，蛋了，不知道传给谁，你看看。哎呀，没力，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快点，再抢回来！哇，接完了。传给阿凯。
会不会？他会啊，他会，只是他很久没打，可是他会。快点，昆虫！哎呀！都是男生开始了，哎，我哇，哇，好可惜。好，阿凯。啊！没有，哎呀，他应该跳起来接那个球。哎，又是菜长。哎呀，菜长。哦，命子的，哎呀，阿坤，滚动，哎呦，我那是强的呢。哎呀，哎，越接近了。哇，变成20-24了。现在变个位数了，那双位数现在变个位数了。加油！对，守住。哎，差点点吗？真的紧张呢。现在路子车子不知道哦，要守住呢。现在那个防水分都还没。红队要守住呢。对呀，啊，你看。不行，出到篮下。哦，有2分，22-24。怎么这样子？不行！哇，好强哎，好强哎！稳住，昆虫，快点！进！耶，26，哦，进！加油，回来了，手感回来了。哎呀呀呀！丢墙了，篮板，快点，名字！名字，进！耶！28-23，这样就对了。对。加油！我们就把这种默契哈，对，你们一波那个杀呢，对呀，千军万马，嘿啊！昆虫，阿哥的昆虫卡掉，来，哎，他很厉害的，哎，你看，翻，进，阿没进，哎，被阿凯抢到篮板，快，我来，哎，哇，刚好一个人在篮下，哎呀，对，那要试试看吗？没进，没进，哎呀，就是想用三分球看看，对呀，时间越来越少了，对，现在就两够了，哇，28，哎呀呀呀，好可惜，啊，没有上，是近距离的，应该稳一点，越来越激烈，哎呀，第一次看到跳球啊，哦，红队的球，红队拿到球，快，名字。进！哎呀，差点！哦，没关系，我抢他，再进！耶！哦，两个人合作无间，哇！要进了，要破30了，拉开比数了。哎呀呀呀呀呀！啊，哇，这个分数很快的，男生在比哦。啊，没有，哎呀，篮下，跳投没有进，哎，啊！哎，怎么可能？来，快！哎，阿松啊，名字，哎，名字。哎，昆虫，暂停。红队的球，好。哎呀，名字，开始怎么样过了？哎，不错，进个人不错。好，进！不错，哇，太棒了，哦，这样一闪，一下子又过冲击了。拿去到10分的比数，哎呀，双位数了，冲上去了。10分了。啊，当然，被超过了。哎呀，篮下那个篮板球被那个。这个冲哎。哦，哎，那进篮就，一分，蔡长。啊！双分线，耶！真的很神准哎，蔡长厉害呢。还有剩下40秒的时间，加油，赶快！啊，红队稳住，红队。要透过那个时间的。耶！昆虫，30秒的，哎呀，9分，赢9分，你们赢9，你们输9分，输了，加油！哎呀，对，赢不了了，稳住！快，名字，抢到。最后3分球，哎，进！哇！耶！34-25，恭喜红队获胜！太棒了，终于！啊，终于对。
终于赢了这一场，很精彩，很刺激，对，很刺激，超刺激，非常刺激。我们的希望就是在篮球这一场，这是唯一的希望，因为你们，我有看他们脸书，我常常他们。都在打球，对对对对对，晚上时间都在打球，我觉得这样子没有那个默契啊，都已经有长期有在磨合了，对对，长期在。恭喜了，恭喜！这样会很难骂的。哎，我们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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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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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很棒，真的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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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了，尽力了，很棒，很棒，真的很棒，超强的。超累的。我跟你讲，我坐在那里，我们就赢了，你知道吗？唯一的一个奖杯，但躲避球快哇！躲避球也没看起来，都那么矮，找不到。辛苦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是最后一场压轴戏了，就是躲避球。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躲避球的比赛方式。比赛呢分为两局，每局限时十分钟，人配置内场的五人，外场三人。男生必须双手直球，女生呢只可以用单手。两局结束之后，内场人数加总高的队伍获胜。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暂时宣布躲避球比赛开始。好好好，现在是蓝队在传球，都在边线传球，现在开始准备。啊，还没有，还没有。哎，被接到了，被红队接到了。哎呀，好，现在阿凯接到，阿凯接到，阿凯接到。好，有传给明智。啊，明智，哎呀，没有没有，哎 ，miss 掉了。哎呀，还是接到球没？接到球哟。明智，好，打到了。都外场，都到外场。哎，佩佩接到了，耶耶耶！好，然后接到了，然后传给进攻。啊哦，打到，打到佩。哈哈哈！的女生被打到了，好了，阿凯的，阿凯出手，得分。运球哟！啊，名字淘汰，到外面。哎，红队又损失一员了。剩三个耶！哇，要小心了，红队要小心了，红队剩三个。啊，没有接到，剩两个，红队剩两个。哇，
真难了，这个要接到球。危险哦！哇！啊，现在球在红队的手中，他就是传球，他不可能会打。哎呀，惨了，惨了，惨了！内场不能传球，好危险哦！啊！红队剩一个，哎呀，硕果仅存。三个点了，怎么快啊？这被加工了，加急了，哇！不一样，不一样。传球可以单手啦。今天该换场，可是他好像他们都没有讨论怎么作战的方式啊。好了，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好，下半场正式开始。
拉近战场。传球很快耶，我就搞别，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跑得快，死不会闪。耶，这个出局了。啊，刚刚刚进去，又出来了。返回一城了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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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上油钱！哇，差一点点，没完没了哟！啊，传出去了，哎，哎，没没，啊，打到了！啊，刚刚 miss， 裁判说不是，那不算，他踩线。他踩线了，好，
最后赶快把姐姐要一比一平手。红队在欢呼了，哎，恭喜红队躲避球这场获胜。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最重要的颁奖仪式啦。结束，大家为自己鼓励，颁布一下。我首先要带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跟谢谢所有我们所有这个队红蓝两队的所有的队员的，你们都辛苦了，表现得非常的好，大家是有目共睹。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两个字啊，带队的两位队长啊，今天对你们的比赛的状况啊，有没有什么感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啊，那感谢我们董事长还有我们记忆总经理哈，举办这个在过年的特别节目里面举办这个叫做信局运动会，让我们这些平常时啊哈，干了也袂物件俩，人家拢拢看拢解心吧，加是袂够，因为那是乌骨鸡嘞，哎，我那乌骨鸡，我看到就感动嘞，我你有时候好像说胜不骄败不馁，你们就是没有那种妥协，没有认输的精神，有无？我等下直接讲，哎，恁那安那你讲，哎，一下子，反正就好像是河山变色，然后就换你们赢了。我这边叫做大只鸡问题，很多哦，你们太厉害了，谢谢你们，谢谢，好。你是第一摆吼，带队吼。对，我。我你感觉你对队员的表现，你感觉？我感觉咱今仔个咱蓝队哦，真的应该要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一起来。好，这今天我讲真实嘞，好认真，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有蓝队认真，而是连红队也非常认真。所以红队也要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一起来。二三。所以我感觉哦，这届咱第二届这个星际运动会哦，是，我能共逢其盛哦。当这个主持人过程，我感觉我也是上了一课。我感觉讲哦，其实我们在平常的当中就可以看到说，哎，你们平常的时候除了工作之外，在运动方面哦，也是常常不遗余力，好像运动锻炼特别心态。好的，接下来就最高开心的时刻，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是哪一队获胜的哈啊，每一个项目。好，我现在宣布，我们第一场保龄球比赛是由蓝队获胜，恭喜你们！好，来，谢谢你，来队长啊，请接受我们的奖杯。耶，这个是我们蓝队的荣誉。哦，感谢你。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桌球的颁奖了。桌球又是你们的喽 ，OK， come on baby， 来，nice， 恭喜你呐！来，又是我们蓝队的荣誉。接下来就是羽毛球，羽毛球算是怎么讲，在运动里面算它是比较平常，比较难能够普遍嘛。囡仔、大人、老伙仔拢唔能输，但是我看恁在拼哦。那个厮杀的精神也是不遗余力的，哇，不容小觑啊！好来，红队，那第一手，蓝队，羽毛球，三连发啦！阿娘喂，你有看见吗？我跟你讲，蓝队哦，小时候怕不是怕，对不对？对不对？耶！蓝队。他们这个叫我刚才讲一句，不遑多让。OK， 好的，我看看还有没有朋友。哎呀，我简单了，接下来就是换人做做看了，男主角换人做了。我们男主比赛，恭喜红队！
金姐，金姐啊！那是我们的荣誉，对不对？我看你的红队在拍哪一支场，我感觉我足感动的。啊，那好像是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啊，就拍戏不退了。OK， 好了，谢谢你们了。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哎呀，这个赢来也是得之不易啊！哇，那这个伤兵累累，这个很感动，就是很多已经伤到都躺在地上了。哎，欢迎介绍我们躲避球获胜者的是红队。哎，谢谢你，来，队长，这是我们的荣誉，对不对？我们微笑，对不对？对。来，接下来这最后呢是要颁发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怎么讲，最整场比赛呢，要向他们致谢，因为他们的运动的精神呢，带给观众朋友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信心说，哦，原来我们的年轻人是这么样的有拼，哦，是，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公司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就这样带动之下，我们的一定是业绩蒸蒸日上。是哦，为您带来VMVP 的这个得主呢。介绍一下，我们蓝队的是钟贤。来来来来来，你拿到这个奖觉得怎么样？发表一下感言。MVP 呢？其实 MVP 这个奖项是属于蓝队大家一起的。哎呀，好棒！因为我算是可能是刚加入新机。第一年、第二年算是第二年，那因为比较年轻，所以体力可能比较好，所以才有办法得到这一个奖项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啊，没有没有，都是你耶！我看看你篮球那个三分线多准啊，都是靠你那个三分线得分。就是还好，今天会准，要不然平常不会准。我总有会打麦克风搞你。李姐，我来告诉我，你从第一场那个保龄球的时候，你就有没有开始？他就是得分的那个收息啊，他一上场就是他在得分，是都是靠你，而且你是救援投手，救援投手，你们已经快兵败如山倒，你一出去就啊把局势就改了，有没有？再稳住这样。对啊，啊，接下来呢？哎，你先不要离开啊！好好啊，接下来红队的 MVP 倪志。我觉得。我们今天红队每一个人都很棒，所以我觉得这个 MVP 的光环是属于大家的。对，为什么两位呢？就是拿到没有？除了你们啊，这个本身的才艺过人之外呢，就是你们运动的精神带给大家就是有目共睹。尤其是呢，你们已经站到中了，已经快虚脱，两个都躺在那个地上，有没有？老板看着就。很心疼啊，对，所以要加薪嘛，对啊，加薪加薪，人家怕他的又紧呐，哦，两个都比赛那个，所以我就说，然后你知道吗？阿凯说有没有？他说命不通风了，他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跟海蛙卡成旧筋你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你们我会负责，我会负责，我会负责，你们的手的这样子。没办法，我们前面已经输了，我们后面不能再输了。对，所以说，好了，今年的啊，我们的新局运动会算是圆满落幕。相信呢，啊，各位观众朋友呢，跟去年一样哈，一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每一年都一起跟观众朋友 say hello， 然后再办这个运动比赛给他们看，好不好？好。OK， 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说谢谢大家，等等，好不好？啊，祝你新年快乐，好不好？好，一起来，一二三，新年大家。